大仙是民间传说中的煞仙，在道教中的地位真高，伊是玉皇大帝的双脚，也是耳目，更是玉皇大帝的智库。赤脚大仙都爱四界巡游，而一双赤脚就是伊上特别的装扮。传说这位仙人常在下凡来到人间，帮助世间凡人探妖除魔。个性随和的赤脚大仙，平常笑面迎人，对有心向善的妖魔鬼怪也会望开一面，但对特别浓毒的邪魔妖怪，却将袂手下留情。伊上厉害的武器便是迄一双赤脚，众多妖魔拢被降服在伊的两只脚之下。另外身上也带有奇珍异宝，更让伊唔惊逼毒入侵。众神在民间，故事代代传。欢迎收看《封神榜·神之传说》赤脚大仙的故事。上一集咱讲到张焕知影小公狗无去的真相，气噗噗回伊厝要找太太动怒理论。赤脚大仙要去阻止张焕，烦恼伊懵懂的个性会惹出代志，无想到地府的鬼车这个时阵来搅乱，破坏赤脚大仙的计划。张焕一到厝，直接冲去厨房，摕菜刀对太太行使猛追。母亲出面阻止，却被张焕太受伤，规个人倒伫涂骹，血一直流。性情温和的东吴看到大家受伤，雄雄受到惊吓，一时失去理智，决定要甲先生拼命。人的情绪一旦压抑久啊，就会规个爆炸。张怀情绪激动，根本不理会家己与肉相之间的约定，心中的怒火已经点燃了，是真难被压实的。赤脚大仙紧急赶往张家，生怕张怀做出不可挽回的憾事来。地府鬼车适时出现，阻挡了赤脚大仙的去路，便对赤脚大仙说：“赤脚大仙，我好不容易等到这个机会，你若是失常的话，就唔通破坏我的好事，也那无，我就对你无客气啊。”赤脚大仙说：“若是我执意要破坏呢，你又奈我如何？”话一讲完后，便亮出了二四灵牌，大声对鬼车说：“灵牌在此，如玉帝亲临。”见到灵牌也不下跪，鬼车笑笑说：“现在三界闹哄哄，连阎罗王拢要造反啊！玉帝不去制止，反而来管我这桩小事，简直是太看得起我了。”赤脚大仙怒斥说：“放肆！我乃大天巡查使赤脚大老仙，这次下凡就是要来整顿恁这一群妖魔鬼怪。你上好是让出路来，也那无，我就要动手了。”鬼车仰天大笑后便说：“为个地府有声称上万的牛鬼邪神、亮牙内鬼。”就凭你一个人的力量，就想整顿地府，你未免也太自不量力了吧？玉皇大帝也实在是太无胆，唔敢甲地府正面对决，派你这个敢死队拍前锋。玉皇大帝这一招也真是妙啊！赤脚大仙呛说：“我一个人就已经有够啊！”唔免用玉帝亲自出马，我阁讲一遍，较紧闪开！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，我若是唔让路，你有能来我如何？鬼车回呛说：“赤脚大仙提起全身的困难，
将其集中伫脚下上，大喊一声：“哈！看我的无影脚的厉害！”脚下大神用力一踢，将鬼车踢飞了有几六十丈高，然后重重的摔落落来，冻着浑身脆骨，魂飞魄散。这一头张家正上演一场全武行。当我被丈夫激怒了，便说：“相公，你竟然为了一只狗，要向阮大家新妇两人兴师问罪？好，我也无想要活，拼了我这条命，也要保护宝宝。当我宛如像是小狗同款，想要用嘴去夹张环一手，便几个人扑了过去。”为张怀一只手用力夹落去，张怀忍着疼，死也唔放开手中的菜刀，拼命的要害开东吴，同款的东吴也唔放嘴，要甲张怀僵持到底。倒伫涂骹的钱是囥新妇，卖甲红晒相拍。查甫人就是爱金命，钱是讲红晒是天，太太是地。地绝对奈何不了天，天要绝人的路，只有点点啊承受。当我无想要再受委屈啦，要是大家做伙事，黄泉路上也有人作伴。赤脚大仙袂当好，这场人伦的悲剧发生，张家也是有挽回机会，无应该全家拢走向绝路。赤脚大仙想到。卡夫过去发生的代志，即袂当伫个张家，搁再发生一摆，一定爱出面来阻止。赤脚大仙将伊赶到张家，伊夺下张怀手中的菜刀，苦劝东吴将嘴放互开，也为钱事处理伤口。赤脚大仙对张家三人讲一番的道理，一家人爱以和为贵。家和才会当万事兴啊！做母亲的总是会纠缠家己的囝儿，只是伫赤下大仙面前哭诉讲：怀儿自细就娇生惯养，食不了苦，因爹也在世的时候，总是予伊食好穿好，也帮伊存了一笔财产。将来通好作为娶某生囝之用，无想到怀儿也未成年，因爹就意外死亡，厝内就靠着迄笔钱来过生活。我呢，就做一挂针线袜来补贴家用。虽然厝内有几分田地，但修行却无好，交了残衰之后。也所存无偌济啊！我看伊一个人劳产农作相当辛苦。22岁迄年就娶了张家闺女东吴入门，新妇入门之后，怀儿就变一个样，规日就揪着新妇，残忍的农事就等咧唔管啊！我才念了伊一两句，就嫌我啰嗦造孽。如果佮加讲两句，就对我大呼小叫，直到新妇怀孕生了囡仔了后，我就帮忙替因带囡仔，互因会当放心劳产工作。啥人叫我的身体袂做主？怀儿25岁迄年，我就染上胆病，到现在也治袂好，也因为这个原因。厝内的积蓄全开了了，怀儿不但无发奋图强，反而规日沉溺在摆桌上，残忍的石头藏咧唔住，跟着朋友做伙卖狗肉，真是吐了满腹内的苦水。张怀听甲真不耐烦，无好口气地说：“你规日只会对我。”万东万西，从无想过我伫外面赚钱有偌辛苦。田里修行无好，已经就有够衰啊！
三顿两月就要支付医药费，我哪有遐尼济钱啊？我唔但摆桌顶加赢过，要安那付得起迄挂医药费呢？张怀对母亲讲出怨言，车卡大仙听了之后不发一语，用目睭看着唐娥，亲像看穿了唐娥内心的委屈。唐娥叹了一声说：“娘心内的苦有所在讲，翁婿心内的怨也有所在宣泄，离我的委屈只有为巴肚来吞。在张家，我是一个外人。自从我嫁入张家之后，我就学习要做一个清洁的新妇，一个闺女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就这样嫁入生分的环境中。当然会思念家乡，也有家人，幸好当时有翁婿在身边陪我，也就变得未过孤单。万万没想到，宝宝误会阮只知影规日念做伙，加残忍一时，但咧唔做。其实是我一开始就病惊甲相当严重，有心无甲四个月就流产啊！翁婿为了要调养我的身体，才会遐尼用心照顾我。赤脚大仙依照百万的处事原则，用一双赤脚在凡间打遍天下妖魔鬼怪，神机传说故事步步精彩，邀请大家做伙来推广，请扶持节目制作经费，划拨号码42274784，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。大家真是总是感觉新妇当娥是来抢走囝，娶新妇就袂记得安尼啊，所以才会对新妇起疑心、甲嫉妒心。后来当娥发现先生对母亲的态度真歹，伊苦劝先生爱对母亲较好诶，但是先生迄种死个性就是唔改。当娥只好选一边依靠，要对大家较友好一点啊。张怀有一个一岁半的囡仔要饲，所以伊爱负起责任，将心思甲未来的希望拢寄托伫囡仔身上。每一家拢有一本难念的经，清官难断家务事。不过赤脚大仙一旦介入，就会将代志处理了圆满。赤脚大仙伊对张怀一家开始，嘛为因想出解决的办法。唯一的条件就是以和为贵，好用为先。赤脚大仙为了劝和张家一家人，不得不对因表明身份。赤脚大仙说：“我并不是什么肉相，我是大天巡察使赤脚大罗仙。”当我睇大目睭，心想这是何方神圣，听拢唔捌听过。张怀心内嘀咕着，原来伊毋是普通人，是天庭下凡的神仙。只是心内纳闷，满腹狐疑，这位赤脚大罗仙会有啥物通天本领？该袂是一个骗人的武罗汉吧？赤脚大仙说：“其实我是人或是神，这拢无重要。重要的是恁这一口罩爱会当合落，我这搭有一贴药方，只要让恁母亲服用三日，孤年不如的宿疾就会当药到病除。也有我这搭有一包精剂，在立春过后布种，在清明之前就会当收成。只要恁勤医灌溉、施肥、除草，就一定会当大丰收。有了收入之后，恁会当做一点啊小生意，嘛会使买一挂稻种回来，就是唔通搁做狗肉的买卖啊。迄挂狗，我会甲因安置好好，直到因终老死亡。张怀说：“大仙，我有一个请求，敢会使即？
留一只细只狗公甲我的囡仔做伴，我保证袂甲伊抬来食的。赤卡大仙点头答应，便说：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夜头三尺有神明，我会派人伫暗中来观察你。若是恁有任何违反约定的作为，恁所赚的银两拢会变成石头。赤卡大仙话一讲完，转一个身之后就消失不见。只是这才相信赤卡大仙果然是天上下凡的神仙，祝福今日伊新妇爱跟准大仙的交代，今后爱安安分分、和和乐乐过日子。赤卡大仙处理完人间的家务事之后，接下来便是伊爱头壳疼的代志。阎王在地府兴风作浪，赤卡大仙准备到地府去擒拿阎王。在赤卡大仙尚未去地府之前，先回天庭一抓，向玉皇大帝禀报之后，再准备行动。赤卡大仙为玉帝身上取得一粒的驱毒丸，因为据说阎王用毒药控制一群鬼车，到阳间找找替死鬼，并且取得新鲜的阳花来提炼成延寿药丸。有了延寿药丸之后，便可以早日还阳，甚至会当回到天庭上。被派入地府历劫的天神或者是小仙，若是想要回去天庭，开的时间是人间的十万倍。嘛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地府的阎王拢想尽办法要快速延长寿命，希望早一日会当回去天庭，延长寿命，甲增强勇气。上介好又阁快速的方法，就是去阳间掠替死鬼。地府有几啊万名的鬼车，有一半的人拢想要还阳，想看卖啊。安尼阳间爱牺牲偌济人呢？赤卡大仙为着要消灭这种的乱象，化身成为名叫李娘的鬼车。有这个假冒充的身份，才会当找到阎王毒害鬼车的证据。赤卡大仙有玉帝赐予伊的驱毒丸，就算去到地府，也免惊毒药的侵害。阎王用迷幻术掠来上百名的鬼车，然后诱骗因服用毒液玉毒丸，等到毒性在身上发作之后，较好因一点啊解药，来缓解身上的毒性。阎王对鬼车因说：一人得道，皆庆升天。本王若是能够重新回到天庭，必定造请玉帝望开一面，在玉帝千岁诞辰之日实施大赦。这样一来，您就能回到天庭，重新享受悠游自在的生活。怣怣的这群鬼车，既然会相信阎王的鬼话，心甘情愿为阎王到阳间去收集新鲜的阳花。赤卡大仙到了地府之后，马上就服下驱毒丸，自告奋勇报名，要替阎王效劳。起初阎王抱持怀疑的态度，这名鬼车怎样会自投罗网呢？便问说：当下这名鬼车叫做什么名字？哈，鬼车回答：小的名叫李良。阎王又问：为何加入烈血行列呢？李良回答：小的也想早日还阳，看敢会当赶在母亲往生之前见到母亲最后一面。阎王再问：别人拢想重回天庭，为何只有你想回到人间？李良说：白头鬃送黑头鬃，这是身为人子最大的不孝，如今有遐尼好的机会，
小的当然袂使错过。阎王点点头说：“听你这样一说，我是对你的孝心深受感动。不过为了证明你所言属实，你必须饮落一杯汤。你放心，我袂爱你的命。两个死神之后，我会和你解药。今后你必须听明我的差遣，你每取得一份新鲜的羊血，就会当来跟我换一粒解药。这你明白了吗？”李良抱拳鞠躬后，便说：“小的明白，小的一定会全力以赴，让阎王早日达成计划。”经过两个时辰，赤脚大仙身上的毒性无发作，这就表示副毒丸发挥了功效。但是为着要取得阎王的信赖，赤脚大仙假作身体受到毒性的侵害，伊阁表现出非常痛苦的模样。赤脚大仙摕着解药，并无真正甲食落去，伊偷偷啊藏起来，要做日后猎人的证据。赤脚大仙不相信阎王讲的话，因为阎王的所作所为已经违反天条，玉帝哪会同意大赦呢？赤脚大仙按兵不动，一步一步收集阎王犯罪的证据。今天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，请继续收看赤脚大仙的故事，我们下回再见。看精华，听重点，一起来聊赤脚大仙的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佩晨。人要是失去理智，就会做出傻事。肉贩张衡因为妻子赵冬儿私自杀了小冬狗这件事情非常的生气，向妻子兴师问罪。赤脚大仙担心张衡会做出后悔的事，立刻赶去张家，没有想到中途有鬼差跑出来阻挡赤脚大仙的去路。鬼差对赤脚大仙说：“这是一个抓交替的好机会，你不可以破坏我的好事。”赤脚大仙不会让鬼差称心如意的，他亮出了玉皇大帝所赐的令牌，鬼差根本就不理他。赤脚大仙不得已，只好使出他的赤脚，一腿就把鬼差踢得飞好远，接着壮壮摔在地上，魂飞魄散。张衡的母亲前世对赤脚大仙哭诉，抱怨张衡怎么会变了一个人，这都是自己生病造成的。张衡为了替母亲治病，花光了家里的积蓄。张衡整天沉迷在牌桌，不好好努力工作，有时候一赚到钱便跑去赌博，想要把花掉的钱再赢回来。张衡想要靠赌博赚钱，这简直是天方夜谭。太太赵公儿苦劝丈夫不听，只能把委屈都往肚子里吞。赤脚大仙听了这么多的抱怨，追根究底，这都是因为前世身上的病。只要能治好前世的病，张家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。赤脚大仙给前世一帖药，告诉他说：“这药只要服用三天，你常年的旧疾就能药到病除。”前世听从赤脚大仙的话，乖乖吃药。另外，赤脚大仙还给他一包种子，告诉他说：“等你病好了以后，记得把这包种子要在立春的时候播种，一定可以大丰收的。”感谢您今天的收看，三分钟聊赤脚大仙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心佛拢献花，玉皇大帝伫天顶，地间诸恶苦众生，众生献花在民间，
事情彩代代传，好请众神来保庇，奉献奉上帝神位，众神帝神位，安民观公上解公义气，一顺革命时代道公，在神也叫做着公明，文在神有意感甲方便。上心爱拜祭，两手菩萨有两经，文武相传，大汉拢会通。寒山拾着真好合，亲像白镜古未相当。三太子你落车骑风火轮，伊上解怕，你落骨都大大，我欢喜，啥物拢唔惊。先风爷上路叠算盘，做好做歹伊谁知影？车脚大仙人望山，世间代志搁要定当。讨海人上爱拜妈祖，想好伊人平安免烦恼。临走地府有阎罗王，若是做歹伊头一个知。放空唔通妖精来做派，脚踏实地求众神来保庇，予恁无烦无恼。